斥资1800多万元新建的金城镇向阳极地社区活动中心，4号上午举行了落成启用典礼。在久旱不雨的一场及时雨后，也象征向阳极地社区活动中心落成启用的风生水起。人文芬芳，物阜民安，社区营造风华再现，永续发展，众望共亲。造福地方，社会安定，请结财。向阳极地社区活动中心的启用，看到头阵搞的时阵啊，咱理事长吼，阮阿姐吼，理事长伊就讲，一来就落雨，这落雨好代志啊。表示咱向阳极地社区要发啦，大家讲对唔对啊？但是吼，我大家报告，这发啦，除了是今日落雨，更加重要的是吼，咱向阳极地社区展现出来的这个凝聚力跟向心力啊，尤其是咱社区的所有干部，为了这个社区的各项事务，哦，常常安尼足骨力的啊，足拍命的，一四季伫协调，一四季伫争取，所以。有一个好的干部，哦啊，有热心的理事长来安尼带动，我相信这才是真正咱社区愈来愈好的一个条件。今日这个社区活动中心啊，就若像头阵镇长在滴报告的同款，这经费1800万，哦，啊，其中哦，除了县政府补助850万以外，咱拢总有9位议员，哦，10位议员有来斗相共。大家看到今日啊，咱县议会遮侪议员来斗热闹，啊，这过程有遐侪议员哦来斗相共，就知影讲咱社区哦政通人和，啊，各界拢足认同的，所以我相信哦，就是有咱遮会务干部遮认真，啊，有各界来斗相共，所以今日才会安尼社区活动中心成立哦，规个都安尼发起来。也就代表钱嘛，对不对？哈、哦。所以钱跟人气哈、啊、都非常的旺啊，所以我每天从这里经过，我都觉得很奇怪，这个是哪一个单位房子盖得这么漂亮啊？所以呢，基本上在我们地区啊，那种战地政务的气息啊，慢慢在改变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这栋楼啊，设计的也蛮漂亮的啊，蛮时尚的啊，所以这个是我们地区哈、啊、各社区啊，尤其我们社会处啊，要注意的地方啊。将来盖的东西啊，必须要有一点这个比较特别一点啊，让这个观光客看到我们啊，金门有在进步啊，不是那种战地政务时期啊。所以这个一个好的开始啊，也带给我们金门一个新的气象啊。这个太阳代表我们向阳。哦，都来咱咧喜庆，哦，咱遮落向香香对对，万年如意，哦，啊，好生意，都来咧高粱田，哦，这个就是咱金门的特色，高粱酒，哦，非常感谢，祝贺咱遮伊代表会啊，哦，这贵宾，哦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金城镇向阳极地社区活动中心四号上午举行落成典礼，参与来宾包含金门县长杨振武、议长洪云典等各界贵宾共襄盛举。向阳极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杨树谦及社区居民也踊跃出席。杨县长期许活动中心朝着老人公餐、照护导入，发挥社区活动中心最大的功能。